Hi everyone, my name is Sara. Today I'm going to a friend's home. Let's go! Hello, Abby! Hello, hello, hello. 好的，谢谢. 哇，天气好热呀. 是吧？来，喝点凉茶。 谢谢. 阿斌呀, 这后面是什么? 好精致啊, 黄金的吗? 它其实是用木头做的,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。 这个是我们宁波这边的一种特有的点木成金的工艺, 叫做朱金漆木雕。 朱金漆木雕?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? 这样吧, 我们宁波就有一家专门做朱金漆木雕的艺术馆, 带你去参观了解一下。 哇，好呀好呀, 太好了, 我们走吧。 你好，陈馆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陈馆长，你好。欢迎欢迎啊！馆长，您方便的话，带我们简单参观了解一下吧？可以。我们这个工艺流程挺好，十几道有二十几道工序。现在呢，一共十二组，几道是十几就搭配虚光、打磨、补灰、草漆、配朱。 金底再贴金，造泥泞，再么烧彩，就这么个几道工序。这个设计图样呢，一般性都有资历较深的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设计的。设计稿呢，决定了木雕整体的艺术性啊。这个我可以试一试吗，馆长？感觉好酷呀！可以啊，根据这个线画的要求。啊，这样子烧上去。 宁波地区的修漆工艺啊，可以追溯到峨眉土文化。随着木结构建筑的发展呢，在唐代出现了彩漆和贴金做实心木雕，不能脆脆了，它要陶掉。宁波的朱金漆木雕呢，基本形成于唐宋时期。朱金漆木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跟地域气候、丰收度、经济繁荣都有关系的。好好干。 谢谢师傅，请受徒弟一拜。宁波的朱金漆木雕雕的一般性都是喜庆简雅的民间这个传说，地方特色很明显。代表作品呢，有这个宁波城隍庙、庆安外观、民俗就是有钱工厂外公教。朱红呢，代表着东方文化中的吉祥尼与辉煌，最是一种富贵、娱乐、吉祥、喜庆的生活状态。 怎么样，Sara？今天玩的还开心吗？开心，主要是感觉体验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包括宁波传统的那个雕刻呀，还有点木成金的这个工艺品。我从成品看到制作，真的感觉体验非凡，所以还是谢谢你带我来。